今天晚上来到我的返乡日演唱会，让我喘一口气。你知道表演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找到了最适合我的造型，直接戴一个可以防汗的，每次表演眼睛都闭着，汗都滴进去，现在至少汗不会滴进来。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演唱会，相信对很多我的好朋友们这也是，因为接下来将会有一阵子的时间我会在美国读书，所以没有办法像这样常常聚在一起聊天唱歌。我今天晚上选的歌单特别是一些在后期我比较少唱的歌，那很多都是 Y1，可能是很多刚开始很老的朋友，不是说你们老，就是跟我认识很久的朋友刚开始听到我唱的歌，然后我想要用最原汁原味当年的方式唱给你们听。然后接下来这首是爱就是咖喱，很多新加坡的朋友也是从这首歌认识我的，因为你们比较喜欢吃咖喱嘛。会有毛巾之类的，卫生纸，我怕流血血。有毛巾吗？我新买的那个 T 恤上面毛巾。谢谢你们的爱心，我这次回去带着你们的这次的奉献呢，所有你们的奉献，对那些小朋友也会很开心，因为我刚好要结账了。对，就是秋冬季这一次要结束。好，我们来吃一点咖喱。一句话你从来没听懂，当我说
就是亚咖喱，我们共同大意，所以他们你以为是黑吐司，咖喱是肯尼，咖喱是 curry。 相信音乐能够跨越国际，超越流行，什么类型代表心里最想说出的话，无关表达的是好坏时光不清，我现在最在乎的是你听。